相信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就是你一个人的时候，才会显露出真实的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上帝认识你的本相，所以在你独处的时候，其实上帝在看着你。很多人在独处的时候会发出这样的心声，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有同样的感受，就是我累了，我完了，死定了，或者是说没有人可以相信，没有人了解我，我好笨，我一直想哭，我没有用。有以下有以上刚刚这样的经历的，请你举手我们看看好吗？哇，你看绝大部分的人都有。许多人因为压力，其实自己已经非常疲倦，却不自知，所以呢，他们就会把原本不该说的气话来说出来，原本不该做的冲动决定而把它做出来，原本没有什么关系的小事就变成大事了。很多人在疲倦的时候，也许会想要休假，想要出国旅行，或买一些礼物来犒赏自己。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身体的疲倦你可以借由休息使疲倦消除，但是你灵里的疲倦，就算你休了很久的假期，你去了很远很多的国家，你买了很贵的东西，结果呢，还是很疲倦，而且可能会更疲倦。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灵里的疲倦得到安息呢？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广告，你累了吗？有看过吗？你累了吗？哇，每个人都说我真的很累。有的时候为什么会累？因为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我们用心拼命的做一件事情，但是那个事情却没有发生果效，所以你会觉得很累。就好像你在推一个石头，你推了好久好久，那个石头却动也不动，你会非常的累。今天你为什么要来到这里？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位上帝，这位上帝是力量的来源，这位上帝是祝福的源头。所以当你疲倦的时候，你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可以赐给你力量。全世界有非常多的宗教，严格讲起来只有两种，一种就是靠你自己的力量，所谓的修行，但另外一种就是靠上帝加给你力量。因为上帝知道你不是没有爱，很多人都有爱，但是有没有听过一句话，爱莫能助。很多人都有力量，但是不可否认，有的时候我们花了很多的力量去做这件事情，去为了某个人事物来做，但是你后来发现无能为力。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我们靠自己真的太有限。我们不可否认人的生命非常的软弱，甚至你不知道下午你会发生什么事。亲爱的朋友，你知道这世界上有一位上帝，这位上帝他创造了你，而且他为了你的过犯死在十字架上。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需要清洗，各位，你的衣服要不要洗？要。冷气要不要洗？要。那如果你的生命脏了，用什么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上帝差他的独生爱子耶稣来到世界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流出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生命。所以在这么多的宗教里面，唯有耶稣
他创造了你，而且他为你死。不但如此，你有没有听过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位主不单死了，而且他复活了。如今全世界有超过25亿的人相信耶稣，换句话说，三个人有一个人是信耶稣的。那么这么多人，他们经历过上帝的恩典，你也不应该例外，你今天也要经历上帝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哪里非常的重要。如果你在挪亚的方舟里，你就得救了。那么如果你在铁达尼号里呢，你就撞冰山沉没了。那么如果你在舞厅里呢，你就是跳舞的人。但如果你在耶稣基督里，你在上帝的里面，你就会成为重新得力、重新出发的新造的人。很多基督徒说，我来到教会，我还是很疲倦，还是很软弱。因为你在宗教的仪式里，你没有在耶稣基督上帝里，所以你不只是来教会聚会，你要在上帝的里面真实的遇见他。求上帝今天帮助你，不在聚会的程序里面而已，你把自己交给上帝，在上帝的里面，上帝一定会向你显现，上帝一定会对你说话，上帝一定会赐力量给你。所以跟旁边人说，不要糊里糊涂，要做真正的基督徒。来跟旁边人说。一开始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圣经人物，叫做以利亚。请大家说以利亚。以利亚是非常著名的先知，是上帝的仆人。以利亚是旧约时代一位著名的烈火先知，为了传福音，他曾经邀请以色列的国王亚哈以及皇后耶洗别分别所供养的850位假先知在加密山上对决。以利亚先知对众民说，做上帝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然而偶像巴利的先知却有450个人，如果包含偶像亚瑟拉的先知400人，共有850人。所以我再说一次，就是我今天一开始要跟大家谈论一个圣经人物，叫做以利亚。在以利亚的时代，人们已经离弃上帝，崇拜偶像。巴利是偶像的名字，他是男神。亚瑟拉也是偶像的名字，他是女神。所以有点像我们如今我们常听到的土地公跟土地婆。所以巴利是男神，亚瑟拉是女神。当时崇拜偶像巴利的就有450位做先知，而崇拜亚瑟拉做亚瑟拉先知的有400位，所以总共加起来几位？850位。以利亚上帝的先知跟这850位先知在加密山上在对决，因为以利亚先知要以色列百姓知道，唯有耶和华是上帝，除他以外没有拯救，他是独一的真神。让我们继续看故事的发展。以利亚说，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从天上降火显应的神就是上帝。众百姓说， Good idea， 这话甚好。巴利的先知们就开始大声求告，按着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各位，你有没有看过鸡童也是这样做？有吗？另外，圣经里面说，从午后直到献晚祭的时候，他们狂呼乱叫，却没有声音，也没有应允的，也没有理会的。而以利亚先知在加密山上开始向上帝祷告，上帝就
降下火来，烧尽了燔祭、木石、尘土和沟里的水，使众民见了心服口服的说什么？耶和华是上帝，耶和华是上帝。各位，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吗？以利亚多兴奋，多开心。假神的祭司祷告没有理会，没有回应，但以利亚一祷告上帝，哇，上帝就从天上降下烈火。哇，他有没有行极大的神迹？有。成不成功？成功。完不完美？完美。接下来故事的发展是什么呢？可能会跌破你的眼镜，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就在以利亚服侍最高峰之后，圣经记载了国王亚哈将先知以利亚一切所行和他用刀杀众假先知的事都告诉了谁？皇后耶洗别。于是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上帝的先知以利亚，告诉以利亚说，明天约在这个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祭司的那些巴利亚瑟拉的祭司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你万万不敢相信，这位一祷告天就会降下烈火的先知，他见这光景竟然就起来干什么？逃命。圣经里面说他甚至不想活了，他非常的沮丧，非常的疲倦。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不要得罪姐妹们。所以你看，这个耶洗别还没有亲自去找以利亚，他只不过是派人跟以利亚说，以利亚就吓坏了。第二，我们看到以利亚累了。以利亚在行完这伟大的神迹，在做完这一个伟大的事工之后，他彻底的疲倦了。所以皇后耶洗别只不过派人来放一句话说我要杀你，以利亚就吓着屁滚尿流，赶快逃跑，不想活了。这时候我们继续看故事的发展，以利亚逃到了犹大的别示巴，他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天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和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然后呢又躺下了。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派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所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量，终于再一次站起来走了40昼夜。于是他到了上帝的山，就是何烈山，何烈山又作西乃山。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说什么呢？以利亚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念接下来的经文好吗？耶和华说，来，你出来站在山上到我的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舍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
要高林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这段故事在说什么吗？这段故事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以利亚以为全部的人都离弃上帝了，只剩下他一个人。上帝说你少吹牛了，还有7000人，请大家说阿们。你不服侍主，神会兴起别人来服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神呼召你，你应该立刻说主我在这里，你差遣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第二点是什么。上帝带以利亚看到大风崩山碎石，但是上帝不在那里。那以后有什么？有地震，但上帝不在那里。地震后有火，但上帝不在那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你的地位多高，不管你赚了多少钱，不管你曾经做过多少丰功伟业，如果上帝不在那里，你一定会疲倦。所以上帝要以利亚回到他的里面，安息在他的里面。所以上帝用微小的声音跟他说话，以利亚终于回到主的里面了。你知道为什么要用微小的声音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通常对你说话都是微小的声音，因为有的时候这世界上太吵杂了，你会听不见上帝的声音。除非你安静下来，除非你来到上帝面前说，主啊，我要听你的声音，我要安静专注在你的身上，这时候你就可以听见主的声音。亲爱的弟兄姐妹，唯有在主的里面，你才可以解决你疲倦的问题，你才会真正的重新得力。圣经里面有一段话非常棒，他说，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们疲倦有一个解决的方法，有一条出路，就是渴慕上帝。圣经说，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来到这里，你不是来到人的面前，你是来到永生上帝的面前。所以当你越疲倦，你越要来亲近上帝，你越不想聚会，你越要来聚会，你越不想祷告，你越要开始祷告。当你将焦点转向上帝的时候，你就有力量去得胜了。圣经告诉我们，疲乏的他要赐能力，软弱的他要加力量。就是自以为很有力量的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自以为强壮的也要全然跌倒。但一起练，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很多人误会了，说等候上帝就要重新得力，那我啥事都不用做了，我就在那里等啊等啊等啊，睡啊睡啊睡啊。不，还记得天使吗？天使拍以利亚说，以利亚起来，就一定要起来，吃了喝了又睡了。天使又说起来，上帝说起来。基督徒，如果你已经信主了，你一样会遇到困难，但是不要忘记主与你同在，所以你要起来，你不要再哭了，你不要再软弱了，你要从你失败的地方站起来，主一定能够帮助你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愿意再次站起来的时候，魔鬼就拿你没辙了。
还记得吗？秃鹰都是专门吃死尸的，所以如果你一直躺在那里，魔鬼就像秃鹰一样要下来吞吃你。但是如果你站起来在神的里面夸胜，那么魔鬼就不能吞吃你了。所以你要站起来，求主帮助你。亲爱的弟兄姐妹，等候上帝的意思不是啥事都不做就一直在那里睡觉。等候原文的意思就是相信上帝，仰望上帝，注视上帝，这就是等候上帝的意思。他要像老鹰一样展翅上腾。我不晓得多少人看过老鹰在空中翱翔的样子，你有没有发现老鹰很特别，它很少扇动它的翅膀，有没有？因为气流在支撑着它。所以一个等候上帝的人，也就是他相信上帝，他仰望上帝，他注视上帝的人，他跟上帝面对面在他同在里面的人，你会轻省的。你要像老鹰一样在空中翱翔，因为上帝的手托住你。圣经里面说什么？他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上帝，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他们不再做奴隶了，从前在埃及做奴隶，但是他们出埃及，他们得自由了。从前在埃及被捆绑被辖制，但是当他们出埃及之后，他们获得释放自由了。有多少人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知道吗？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灰心丧志的出埃及，垂头丧气怨天尤人的出埃及，还是平安喜乐带着盼望勇敢的心昂首无惧的出埃及？哪一个？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哎呦惊躁哦，快点我跑哦，哇好可怕，赶快偷偷摸摸的出埃及，还是昂首阔步的出埃及？答对了。因为上帝降了十个灾难在埃及地，所以埃及王法老就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赶快出埃及吧。但摩西跟埃及王法老说，我们不只要出埃及，你把我们应得的牛跟羊给我们。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带着产业出埃及的，他们带着牛跟羊昂首阔步的出了埃及。哇，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他们出埃及之后，上帝有没有离开他们？没有，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圣经里面说总不离开以色列人，所以他也总不离开你。阿们。为什么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呢？因为这样白天就不会太热，晚上就不会太冷。所以上帝知道我们的需要。还记得吗？以利亚在困倦疲乏的时候，上帝还为他预备水和烤过的饼。上帝可以为你开路，上帝会供应你的需要。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以色列人出埃及，有云柱火柱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来到了红海岸边。当他们在红海岸边的时候，后面有埃及的军队在追杀他们。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全部都哭了，包括摩西。上帝对摩西说，摩西你为什么哭呢？把你手中的杖举起来，看啊，我今天要为你施行大事，今天你必眼见我的救恩。所以摩西把手中杖一举起来，哇，什么？红海就分开了。阿们。今天上帝要为你分开红海，哈利路亚。我们知道后来摩西的帮手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进入了迦南美地。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的信心越来越大，
来跟旁边人说，要有越来越大的信心。来，这个信心不是自信，乃是从主那里而来的信心。你要相信上帝啊。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当他们过红海的时候，红海的水先分开，他们才从干地走过。但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的脚要先踏在水里，约旦河才会分开。所以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的信心更大，他们的脚要先踏在水里，约旦河的水才会分开，不像从前红海的水先分开，他们才走干地过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信主的时间越久，你信心要越大，你才可以离开旷野进迦南美地。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过红海的时候，各位，他们是争先恐后的过，因为后面是埃及的军队要追杀他们，对不对？所以他们说赶快过，赶快过。但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他们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后面没有人追杀他们，他们是甘心顺服上帝的过约旦河，得以进入迦南美地。你知道当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为什么他们的信心会如此的大吗？因为过约旦河的时候跟过红海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差别。过约旦河的时候，祭司把约柜抬起来在他们的前头行。所以过红海的时候，第一代的以色列人看的是后面的埃及追兵，但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看到的是上帝的约柜在他们的前头。上帝的约柜象征上帝自己。祭司当他们把约柜抬起来的时候，高人一头，所以后面的以色列人往前一看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就是上帝的约柜，他们看到的不是约书亚带领他们，他们看到的是上帝在带领他们。所以他们看着约柜往前行的时候，哇，他们就得以过了那约旦河。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越信主，你的信心要越大。请大家说阿们。等候耶和华，注视上帝，仰望上帝，相信上帝，你就要得着力量。跟旁边人说，不要脱队，你要一起过约旦河，一起进迦南美地，一起得地为业，一起得美好的果效，一起结美好的果子，而且是可以存到永远的果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有的时候容许我们疲倦，我必须说疲乏是一个过程，好让我们学会不依靠自己，好让我们学会知道自己的有限。所以在你疲乏之后，有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你要转向上帝。当你转向上帝之后，你就会发现你会跟基甸一样。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基甸，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圣经说，基甸跟跟随他的三百人到了约旦河过渡，然后八个字，我们大声来念，来。感觉你的声音很疲乏，大声一点，来。虽然疲乏，还是追赶。为什么？因为当他们在疲乏的时候，他们做一个决定，就是仰望上帝，所以他就有力量继续奔跑前面的路。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经文，是耶利米说的。耶利米那个时代，他遭逢巴比伦人来掳掠他的同胞以色列人，所以圣殿被毁，家园被毁，城墙被毁，到处都是哀嚎遍野，妻离子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耶利米怎么祷告。他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
什么叫阴沉？阴沉就是一种很苦的植物，好像很苦的植物跟那个苦胆这样的困苦窘迫。耶利米说，我心想念这些，我就在我里面烦闷。我们一起继续来念。耶利米说，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你没有念错，我们再念一次来。我想起这些，就在里面烦闷。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到底是烦闷还是指望？难道耶利米精神分裂了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一下忧闷，一下有指望呢？继续念，他说，我们不是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是断绝，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的，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因为耶利米他在疲乏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说，主，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什么？虽然我们被掳掠，但有一天我们要归回。他相信什么？他说，虽然我们被拆毁，但有一天我们要重建。虽然我们是微笑，但有一天终必发达。所以他开始想念这些的时候，他心里就有指望，他就喜乐起来了。请大家说阿们。看看旁边人谁还是苦瓜脸，请你不要再看埃及的追兵了，请你仰望前面的约柜，请你看上帝，你心里就会有指望。耶利在圣经里面的路加福音17:5-10，我觉得这里记载一段故事非常特别，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使徒对主说，求主加深我们的信心。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各位，你知道什么叫芥菜种？是非常小的种子，比芝麻还小，是百种植物里面种子最小的。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那么一粒小小的芥菜种，然后呢，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它也必听从你们。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哪怕你的信心只有一点点，但是请你运用你那一点点的信心，上帝就要为你成就你意想不到的大事。阿们。让你的信心更加的增长起来。所以你不要误会耶稣的意思，好像基督徒的信心永远都是像芥菜种。不不不，圣经里面说芥菜种要种下去，然后成为一棵大树。所以你的信心要越来越大。后来呢，很特别哦，耶稣讲到一个故事，加增我们信心的一个故事。耶稣说，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主人岂不是对那个仆人说，你忙了一整天，但是你帮我预备晚饭。所以仆人束上带子要侍候主人，等主人吃喝完了，仆人才可以吃喝。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换句话说，不用谢。这样你做完一切所吩咐的，还要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我第一次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主你好残忍哦，你虐待劳工，哪里有人这样的？外面辛辛苦苦的工作回来，还要帮你煮晚饭，煮完晚饭还要让你先吃，吃完我才吃剩菜剩饭，然后还要跟你说我是无用的仆人，我做的是应该做的。但亲爱的兄弟们，这个故事到底在讲什么？这故事是在讲，当我们服侍上帝的时候，我们一定有的时候会觉得疲惫，但疲惫之后，你的选择非常重要。你可以选择罢工不干，你可以选择，主啊，我不是为人做，我是为你做的。
你是主人，我是仆人，我尽力去做就是了，你必赐下够用的恩典。主啊，帮助我不再骄傲，不再跟你计较自己的功劳有多大，我要在你的面前更加的谦卑侍奉你，更加的尽心尽力尽心尽意来爱你，好让我属灵的生命更加的成熟，更加的老练，可以使你得荣耀。我相信我们有如此侍奉的心，有一天主你必称赞我们。亲爱的姐妹，耶稣自己就是做了这样的榜样，他本来是荣耀的上帝，却为我们降生在卑微的马槽，与罪人为朋友，最后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要跟随主的脚踪，在服侍的时候，你疲倦吗？亲爱的姐妹，这是你经历恩典的时刻。我必须说，你疲倦之后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如何经历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乐上加乐，荣上加荣的祝福吗？就是你离开了上帝，你愿意悔改，回到他的面前，接受他的赦免，重新出发，这样的恩典叫做恩上加恩。在你最软弱的时候，在你最疲倦的时候，你说主，你加给我力量，这样的力量是力上加力。你知道在你最想哭泣的时候，你在主的面前倾心吐意，后来你决定过一个喜乐的人生，这样的喜乐叫乐上加乐。什么叫荣上加荣呢？好像你觉得被人家看不起，你没有荣耀，你被人家看轻，但是你知道主看重你，主是你的荣耀，这叫荣上加荣。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疲倦时候的抉择非常重要。圣经里面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我们一起来念，流泪撒种，阿们。疲倦时候的抉择非常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里面记载有一个故事非常特别，他讲到有一个人叫以撒，请大家说以撒。以撒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以扫，大家说以扫。他很喜欢打猎，藏在田野。小儿子叫做雅各，大家说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这个爸爸以撒很爱大儿子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这个爸爸也怪怪的哈，喜欢大儿子是因为吃他打猎回来的野味。妈妈叫做利百加，她却爱小儿子雅各。啊，有神学家说，因为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可能常帮妈妈做家事。有一天，小儿子雅各熬汤，大儿子以扫打猎从田野回来，累昏了。当我读到这累昏的时候，我就去查原文的意思。你知道累昏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很累很累的意思，好累好累，不单累还饿，不单饿还渴，这么累，累昏了。大儿子以扫对小儿子雅各说，我累了，我累昏了，求你把你煮的这个红汤给我喝。所以大儿子以扫又叫以东，以东就是红的意思，他说把这个红汤给我喝。亲爱的弟兄们，你知道后来弟弟雅各说什么？你要我煮的红汤可以，但是请你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就我哥哥说什么？长子的名分算什么？
个人顾性命啊，渴死了啊，赶快拿红的，不喝了，好吧，长子名分卖你，卖你就卖吧。你看，哥哥竟然一碗红汤就把长子的名分给卖了，表示他轻看长子的名分。什么叫长子的名分呢？原来在旧约时代里，长子的名分有很多层面的意义。第一，我们一起来念，父亲要特别为长子祷告祝福，求上帝加倍的赐福给他，使他得到更多上帝的祝福。第二，长子在家里有祭司的权利，在属灵的里面是一个引导者。第三，犹太人和华人一样长幼有序，长子是所有孩子里面最尊贵的，都是做首位。第四，长子要得双倍的产业。总而言之，长子的名分在旧约时代是这样，可是到了耶稣来以后，跟我们立新约的时代，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得着长子名分的祝福。以扫想不想得到长子的名分？圣经说，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什么益处呢？雅各说，那你今日跟我起誓。以扫就跟他起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了弟弟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亲爱的姐妹，我必须要说，以扫失去了祝福，雅各却得着了祝福。很多人还是听不懂什么叫做以扫雅各，我听不懂。我告诉你一个例子，懂了。24年前，我20几岁，我开始在教会全职侍奉主。那个时候我在加拿大的多伦多教会服事。在服事主之前，我常常打工，所以呢，我存了台币50万，我想要买一台车子。一个未婚年轻小伙子又是用自己的钱买车子，在我前面有两个选择：第一，跑车；第二，9人座的厢型车。千中这边，你知道我内心在挣扎，这是我自己的钱，我要买那个跑车啊，然后将来交一个女朋友坐在我旁边，再养一只狗，你呆了。这我的钱嘛，对不对？我要买跑车，很好的嘛。而且我那时候还没有结婚，20几岁，我梦寐以求就是拥有自己的一部跑车。结果你知道我的父亲怎么跟我说？我的父亲非常严肃地跟我说：“如果你买跑车，就是以扫车；如果你买福音车，9人座的厢型车，那就叫做雅各车。”你自己决定吧。哇，搞那么大，以扫雅各，我面临一个选择。后来我决定买一个看似实在是很逊的一部9人座的厢型车，所以多伦多家庭教会第一部福音车是在下必人我奉献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也在做一个选择，你要选择做雅各，还是要选择成为以扫呢？你看重名分吗？你看重上帝儿女的名分吗？你看重教会给你的名分吗？你看重上帝的祝福吗？还是你觉得上帝的祝福可有可无？我好运，所以你看这些祝福临到我，是我努力得来的啊！我运气不好，所以最近比较衰。不，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掌管一切，你应该把自己交给上帝。求主帮助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说我们要谨慎，恐怕失了上帝的恩典，恐怕有毒根出来扰乱我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贪念世界的，好像以扫一样，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弃绝。
虽然哭嚎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省察自己，当你感到累的时候，上帝跟魔鬼就在你的心中拔河，你要选择上好的祝福，阿们。所以当你疲倦的时候，有两个声音在你的里面，第一出去狂欢发泄，第二来到上帝的面前得着真正的安息。现在这边每时每刻你都在做选择，然而求主帮助你做正确的选择。诗篇八四篇一到十二节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念。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上帝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上帝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暴雏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希拉的意思就是休止符，原来诗篇是一首歌的歌词，所以每一首诗篇都是一首歌，所以希拉的意思就是休止符，停一下然后继续再来唱。我们继续来练。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怎么样？力上加力。再练一次，他们行走怎么样？力上加力。个人到耶路撒冷就是锡安朝见上帝。耶路撒冷圣殿有一个锡安山，所以锡安就是耶路撒冷，就是上帝的圣殿。就好像你说阳明山，你就想到哪个城市？台北。台北你就想到101，一样的意思。所以他说，个人来到锡安朝见上帝。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上帝啊，求你留心听。上帝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在你的院宇住一日，甚是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上帝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上帝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来到锡安，来到上帝的面前，你干渴的谷就要成为泉源之地，你能够想象吗？又干又渴的枯地竟然成为泉源之地，不是你，乃是神，他降下秋雨，有秋雨之福铺满了整个的山谷。中文圣经翻流泪谷其实非常特别，所以这段经文不只是讲到枯干的部分，好像也告诉我们一个人难免会流泪。很少基督徒知道流泪的意义和价值，一般人只知道流眼泪是受苦的表示，其实流眼泪有很多属灵的价值。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记载上帝托先知以赛亚对当时的犹大王西西家所说的话。我们一起来念。来，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先大卫的上帝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哇，上帝说，我听见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所以流泪的祷告常常是蒙应允的祷告。所以在主的面前流眼泪是有价值的，第一，你的祷告要蒙垂听，第二，你的罪要得赦免。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要凭着信心盼望和喜乐，把流泪谷变为泉源之地。如果我们的心与上帝保持良好的关系，即使在人生恶劣的环境中，我们也能够得到鼓舞和能力。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狂风暴雨中他仍然掌权。如果上帝不允许，事情不会发生；如果事情发生，就一定有上帝的美意。
圣经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圣经尼希米记八章十节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一起念，因靠耶和华的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好不好，现在请你闭上你的眼睛。狂风暴雨，主在你身旁。暴风雨结束以后，会出现美丽的彩虹。你疲倦了吗？你软弱吗？现在就是你做选择的时候，回到主的面前，经历主。绝望会变成盼望，悲歌会变成凯歌，绊脚石会变成垫脚石，难处变益处，危机变转机。所有一切在主的里面，主都得胜，而且得胜有余了。亲爱的弟兄姐妹，闭上的眼睛，今天主对你说话。你虽然口称耶稣是主，但其实你自己是主。你虽然来教会聚会，但你没有把你的难处真实的交给主。在我们当中有太多的人没有经历过主。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是你经历主的机会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怕困难，因为上帝比你的困难更伟大。奉主的名要祝福你，今天每一个人都要得着力量，因为他的力量伟大无限。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